猴子要直接丢进去。对，这个不是这样插，要每一层有两根，同样颜色要有两根。对，好，这边同样颜色要有两根，把它插在第一层。嗯，第一层。对，把它插在第一层。随便插，先拿各拿一层。第一层。已经你要插第二层。对，第二层，每一层都要插。橘色，哎呦呀！你哪里啊？哪里啊？哪里啊？我这都已经插出去了，还找到？搞笑，搞笑，搞笑，哪里啊？然后嘞？这里。算了，重复没关系。插这里。第一层已经都两个颜色了。嗯，对。那先把一些猴子丢进去。等，先不行。对，等一下全部丢，全部丢超刺激的。不要对啊，全部都好。然后像这种一直勾着的，那就整车掉下来，然后掉一堆，掉四。掉下去了要重丢，要等到丢到它挂住为止。不用。要掉下去，如果一丢进去掉下来的话，就要再拿起来丢。如果还没都还没抽的话，然后他抽了掉的就要给抽的人。对，然后看谁最多就输了。对，所以超超刺激的，刺激到爆。你的生日礼物，生日礼物也是蛮好玩的，蛮刺激，蛮好玩。我抄。我抄哪里啊？对，最后一组。这是这是这边我的。下面你是插下面，你是插下面，不要插错。不是。等下放进去它就会一直挂住。插。全部都插好了。还有一根是在哪的呢？这层，这层。好，全部丢进去。积水没关系，积水要从第一层开始抽。积水，好，积水，你先。粉红色，抽一根粉红色。从第一层，一定要从第一层。换我。银碎呀，粉红色嘛。金丝羊，蛮强的嘛，橘色，好，承让，橘色，阿弥陀佛，哈哈，换你，对，绿色，什么轮流，可惜，差点，绿色，为什么都跟你一样？换你，都要从第二。粉红色，第一个是粉色，差一点，不要粉色，橘色，小心哦，粉红，你看，没粉红掉哦，卡住，很容易掉啊，一只，吃鸡，一只了，粉红，一只掉，还好，我还以为那只也会掉，就是刚好掉着，超酷的，是什么？神父。超强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六只棒子，一只猴子，也不可以的。黄色，哎呦，厉害的嘛，绿色，神父，超级酷的。好神，没错，橘色就我了。
我四，我掉两只，可惜可惜。哦，绿色死定了。哇塞，厉害吧？可以这样哦，可以这样哦。怎么了？小心哦，这是最容易掉的小陷阱。哈哈，我没有，你以为我手多了那个？看两只了，五只。问我，我才一只。绿色，好，我想到，我想到，应该不会掉，应该不会掉，好，应该，我想到，应该不会掉，应该不会掉，至少一只，抽快点，抽快点，掉过去，掉过去，抽快点，厉害，抽快点，你看，两只都掉过去了，厉害吧？这是爸爸教我的技术，确定，确定好，确定好，哦，掉几只啊？四只。七只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平手，平手，换你。哦，神父没有。黄色，你喜欢什么颜色？橘色啦，什么粉红色？那个会掉。真搞笑。把你把下面挤过去干嘛？哦。对方，好，换你。耶，好死。绿色，那个应该会掉哦。屁，接不成。我去，跳跳。一只，看到没有？这样比较厉害。哼哼，这样才比较厉害。干脆全部人在下面就。粉红色。哎，掉进去。粉红色。叶绿色，是吧？肯定掉。哦，我这几只缠在一起，八了。一二三，不要想要绿色啦。哎，橘色，掉。掉一掉。光吧。哦，掉。两只，我连两把掉。很快，神父。橘色。哇，是哟。橘色。没有换我，换你，哈哈哈，我输了，绿色，哦，输吧 ，no， 来，我们现在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我十三只，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，我输了，十六只，可以再录吗？可以再录吗？还好。